大家好，我是 Ten， 我的第一张秘密专辑 Ten 发行了，心情真的很激动。我想粉丝们应该会对我这张 solo 专辑有很多好奇的部分，所以我准备了 mini Q&A。其实我很期待这一次我的 mini 专辑嘛，因为是我的第一次，然后我听说我们的粉丝等了很久，终于现在出来了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一定，我觉得你一定喜欢我这一次的专辑。这一次，我准备我的专辑的过程，我觉得最难忘的是录音的时候吧，因为这一次的唱法都是很新的唱法吧，所以我觉得录音的时候很不容易录出来了。然后还有拍 MV 的时候，因为太冷了，所以为了你们冷点。能呈现专属于我的音乐，所以 Nightwalker 成了这一次的主打曲。这一次我准备我的专辑时候，其实我给我的成员听我所有的歌曲嘛，在专辑里面，然后他们都说是很适合我。然后我拍 music video 的时候，他们也来现场给我支持我，对，所以我很开心。如果我可以再去台湾玩的话，我想跟杨洋的家人一起玩，然后吃好多好吃的东西。终于我的第一次 mini album 出来了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开开心心结束这个活动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一次的所有的歌，谢谢。好的， mini Q&A 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看得开心，那么请多多喜爱我的第一张 mini 专辑 Ten， 谢谢大家，拜拜。